新皮鞋，看吧。谢谢啊。认真啊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跟杨老师的女儿好上了？你就不打算出国了？不打算。你这货，别胡说啊！你毛认知明明是列在华法教育会资助的留学25人名单之内，这留学经费应该也不是问题啊。就是啊，认知啊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不够朋友喽？就是嘛。行啊，这个鞋小啊。我这还有一双。快快快！来，谢谢啊。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我们当然要有人到国外去，看看新的事物，学习新的道理，研究一些有用的问题，把他们带回来，改造我们的国家。嗯，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嘛？对呀，一起去，我们就是这样想的，一起去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要有人留在我们自己的国家，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啊。那怎么偏就你留下呢？ 就是，关于自己的国家，我认识的还是太少了。我之所以不去法兰西，想留在国内，就是想好好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国情，好好的考察我们当下社会的状况。我们新民学会一半的同学留洋，一半的同学留在国内，这样一来，国外、国内两头都占上了，多好的事情啊！ 是吗？我们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，学习西方，学习日本，但都是邯郸学步。任何一个国家的思想制度，都必须根植在这个国家本身的文明土壤之上。就好比说，我多大的脚，穿多大的鞋，一个道理。
对，毛茹茹是啊，总有你的道理，总有你的道理。哦，给你哥哥刷鞋呢？没有，这鞋是润之的。哦，我刚才送他去火车站，他跑得太急，把鞋都给挤掉了。也不知道他下火车的时候赤着脚该怎么办才好。这就对了。爸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王润之是该多换换鞋子呀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一直说毛润之志向远大，是救国之才，不可小觑。现在中西思想众多，其中不乏真知灼见。毛润之虽然没有去法兰西，但是在国内也要多学、多读、多看，多换换鞋。
守昌，天不早了，进屋睡吧。守昌，天越来越凉了，进屋吧。我知道你在挂着陈先生。一会儿见着你爹，我有几句话要交代你，听着。儿子见着老爹，无非是磕头行礼请安，那是家里的规矩。人一进大牢啊，通通都是孙子，所以该说的话你要说，该放的屁你要放。哎，你让他闻点臭啊，那是为他好。你爹是朝廷要犯，明摆着凶多吉少，可是他的脾气呢，倔得还像头牛。大总统要砍了他的头，那不就像拍死一只蚊子呀？一会儿你就当他老婆，好好训斥训斥他，懂不懂？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？我说这么多，那不是为你爹好吗？跟我走吧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滚！听你这口气，好像你是牢头，我是犯人。走走走走走，您是秀才，我敬您三分。我来罚我。我知道您在这儿弄学问，可是这书本里的学问呢，同过日子的学问，它不是一个学问。过日子的学问跟这大牢房里的学问，它也不是一个学问。我说过别烦我。我今天还就得烦你。啊，这次你得感谢我吧。你们爷俩啊，好好聊。回上海去吧，爸。我知道你会骂我，我就想去商量。
就算是挨骂，你先后来看你。啊，你还好吗？乔年，他好吗？乔年本来也要来看你，但我们俩没钱买车票，就凑了一张钱。乔年跟我说，让我先来看你。 怎么能把他一个人扔在上海？谁照顾他？爸，乔年长大了，我们都长大了。哎，把事情都抹在火车轮子上，荒废学业。真像他们什么说的，你们经常看大病。 喝自来水，是吧？爸，我跟乔年都觉得，过日子甜，吃苦才知道什么叫甜，这就是我的用意。哎，看来这两年大病没白看。爸，你还好吗？我就这样啊。刚才说。 倒是可以踏踏实实写点东西。你的文章、研究室、遇监狱，我跟乔年都看过了。我写的很清楚啊。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：一，科学研究室；二，监狱。我们青年就要立志，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，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。 这才是最高尚、美好的生活。但我们都觉得，巴库宁的无政府主义见解更容易懂。巴库宁空喊口号而已。爸，5个月前我们在上海组织了进化社，专门研究了无政府主义学说。巴库宁，克鲁泡特金，德意菲钱。克鲁泡特金，这个人啊，有两个面，一面。 他迷信个人自由，一面又赞成社会组织，既卖毛又卖盾。你买他的货色，一定要小心。你们还是应该多多读李大钊先生的文章，庶民的胜利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。杜光，杜光，试看将来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，这话都有骨气。但是爸，我跟乔年。 你们俩告诉我，太阳是从哪边升出来的？西边。年年，你别顾着陪他们玩，你自己好好吃点东西。来来来，你们俩休息一会儿，去玩会儿，让哥哥好好吃饭。不嘛，我就要哥哥叫我画画，就要哥哥叫我画画。让哥哥先吃饭。啊，哎，别吃哥哥的东西，你喝点粥，别太干了。谢谢师傅。哎。
师母，我不要衣服啊。我爸说了，年轻人都穿新衣服不长骨头，我可不要啊，别给我做。在上海听你爹的，到了这四合院啊，你得听我的。嗯。哥，你要听我妈的，连我爸也得听我妈的。哎呀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延年，哎，哎，俊曼嫂子来了。延年，你妈，跟我家去。你说你到了北京，怎么不回家呀？弟弟妹妹们都想你呢。听话。我爸让我坐火车，让我回上海。君曼嫂子，君曼嫂子，我跟延年有几句话要说。李叔叔，我爸有句话让我转告你，在屋里说。另外，君曼嫂子，先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。你别着急，守成会劝他的。严严，李叔叔，坐。我坐。哎，喝茶。谢谢李叔叔。李叔叔，我爸让我告诉你，你父亲让你转告我一句什么话，你不说，我也知道。是吗？他说他恨我，是不是？啊？他怎么能不恨我呢？你父亲是这么说的？是啊。真的？啊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坐，坐。哎。李叔叔，我有一件自己的事情，也想问问你。好，你问。我最近吧，读了很多巴库宁还有克鲁泡特金的文章啊，我觉得无政府主义对于黑暗的中国来说，是一个好主意。嗯。但我爸他不让我读他们俩的文章，您觉得我要不要听他的话？不该听。关于年轻人该读什么书的这个问题，谁的话都不必全听，你父亲的话不必全听，巴库宁的话也不必全听。这巴库宁的无政府主义的学说，虽有他的理想主义之长处，但也有他的幻想主义之短处，这就是我的定论。当然，
我之粗贱，你也不必全听。年年，听自己的，我们可以讨论。明白了。年年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刘叔叔，您说。高君曼，刚才我替你叫她姨妈。当然，她是你们的姨妈。我知道，你和乔年对于你们的父亲娶了你们的小姨，心有不满意，安庆老家的人也不满意。可她毕竟现在也是你的妈妈。守城，守城！哎，守城！清醒，现在很不妙，不妙，当然不妙。你也看到了，这个胡适之他都写了些什么？哎，王先生，什么不妙啊？哎呀，我们可爱的胡教授在报纸上胡说，他说，要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意。怎么能少谈些主意？主意是最重要的问题啊！你看，他还写道，说。谈主意是极容易的事情，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情，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情，岂有此理嘛！谈主意容易吗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好的主意，所以中国国将不国，是不是？哎，首长，辛公，如果说现在只是研究问题，少谈主意救国，那就是害民族、害国家、害今年。首长。你拿去看，你拿去看。守长，你能不能先听听王先生要说什么？我知道他要说什么，他就说这篇文章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守长。向着太阳伸出的手，接受逆光的热流，你
在岁月的群山中行走，长城筑如血肉，向着太阳昂起的头，铭记你活的春秋，你在历史的大河上行舟，神州一万斗擞，把中现在很不妙，不妙，当然不妙。你也看到了，这个胡适之他都写了些什么？哎，王先生，什么不妙啊？哎呀，我们可爱的胡教授在报纸上胡说，他说，要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。怎么能少谈些主义？主义是最重要的问题啊！你看，他还写道，说，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情，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情。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情，岂有此理嘛！谈主义容易吗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好的主义，所以中国国将不国，是不是？哎，首长，金拱，如果说现在只是研究问题，少谈主义救国，那就是害民族、害国家、害青年。首长，哎，你拿去看。你拿去看，首长，你能不能先听听王先生要说什么？我知道他要说什么，他就说这篇文章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首长，你赶快离开北京，越快越好。为什么？你先找个地方避一避。京师警察厅已经认定你是极端分子，可能要对你动手。对我动手？他们是要抓人。这消息可靠吗？我有个学生的表舅啊，就在警察厅谋事。不，金公啊。他们为什么要抓我？你不要说了，现在放暑假了，你不就准备回河北老家一趟的吗？我现在怎么回去？自从这个胡适接任了《每周评论》的主编之后，写的东西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他是误人误国，他这是要将全国的青年带向何处啊？这个时候，我必须站出来说话，我要写文章回击他。你乡下能不能写文章？守城，你要避一避啊！王先生，今天金山铁路还有没有经过滦州的火车啊？晚上可能有，但不一定啊。凤华，新华，快收拾东西，准备行李，准备出门啊！王先生，那还要麻烦你到胡同口帮我叫辆马车。好好好，马上去。哎呀，你还愣在这干嘛？快收拾你的书去。哦哦哦。什么不像？你看，您在这儿这么大声。爸爸到这儿就想大声喊出心里的话。在这里可以不当教授，我就是要喊，我就是要谈主义。为什么不能谈主义？爸爸，什么是主义？一个好的主义可以救中国。
爸爸现在找到了一个好的主意，他叫马克思主义。在我们北方邻邦，那里的人民就是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取得了胜利，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，没有再受欺负，没有人再受压迫，所以爸爸就要多宣传这个好主意，要让我们中国人民也高举这面旗帜，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。爸爸，我看你这两天在写东西，是不是你说的这个主意啊？对，爸爸昨天晚上就写了一篇好文章，题目叫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。等你长大就会明白，而是敲击在我破碎的心口啊！好，好，真不愧是演过新剧的人，演什么像什么。我以前是男扮女装，你现在是女扮男装。那我们两个人加起来，就是全世界的角色都可以演。好大的口气！我到家了，就是这儿。再见。再见。在我祖国的山河，而是敲击在破碎的心口。妈，小昌，谁呀？安仲根啊。我不是问你演的是谁，我是说他是谁。妈，您干嘛偷看人家？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？嗯，好啊。我给你买的最新一期的每周评论，我也不给你看。不给看就不给看。陈独秀被抓进牢里了，也没有好的文章可以看了。那李大钊的呢？有李先生的文章。嗯，那我要看。文笔可真犀利，李先生的文章就像一把刀，一扎就扎进了专制政府的心脏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您刚刚回到河北老家，又把您给请到天津来，主要是那个俄国人伯特曼啊，太想见您了。他是什么身份？他对外说的是做生意的，但是他真实的身份是俄共布尔什维克的代表。他看到先生您写的署名的胜利，赞赏的不得了。好，伯特曼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，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在中国革命当中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？是的，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者应当尽早到工人中去，发动他们参加政治斗争。嗯，很有见地。嗯，这样做就为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基础。我说的不对吗，李同志？啊，不不不，伯特曼先生，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党，实践马克思主义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也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这个问题，但是刚才我在想的是，你的这一番话，要是让另一个更重要的中国人坐在这里听到，那就好了。谁？陈独秀先生。
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。是。我本来是希望你在粤军中啊有很大的发展。你这个脾气太大，这个毛病得改一改。先生，您说的对。忠正做事太冒失。务请总理宽谅。陈炯明呢，他是个老党员。也是个老同志，他追随我20多年，他在治军打仗方面还是不错的，管理一方啊，也还可以。人谁没有个长短？伸出手指，5个手指还有长短呢，所以团结很重要。你下一步怎么打算呢？您不是让戴季陶、余夏青争取恢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吗？一旦交易所恢复了，我就跟着戴季陶开户头炒证券股票了。这两天他劝我来上海，目的就是拜会余夏青。你见了？见了。余夏青很赞同我开户头炒股票，并且他表示一定会全力的支持我。总理，我愿以此为革命积聚资金。请您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在证券交易所赚取到大量的资金，以备您将来举世之用。好，好，你不拿枪把子了，到交易所去开户头了，啊？请您放心，忠正善于做生意，10年前我就炒过股票，在这方面很有经验。更何况，家父就是宁波凤凰的盐商，极善经营。哎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拿枪把子的人。那既然如此，好吧，好吧，你就跟着季陶去试试吧。谢谢总理。一个公字，一个人字。合在一块就是一个天字，工人就是天。我们走在这个天底下，往往只是低头看地，就是看一回天也看不明白。革命变天，就是变工人做天下。这也是那个俄国人说的话。这是我说的，但也是波特曼先生的意思。你就是想跟陈先生说这些？任兰，你知道的，我每得一个新的想法，第一个想与之交流的人就是政府。够了，够了。啊？鸡蛋。你怎么能放这么多鸡蛋？放那么多鸡蛋，放得多感觉不好。怎么呢？中府坐牢，时间很长。啊！哎呀，也不知道陈先生瘦成什么样了，这牢里能有什么吃的呀？你们村村前的那个二杆子，以前啊。做过牢头进子，他说他的那些黑钱呢，全是牢饭里扣的。那就多放一点，多放一点。哎呀。这一掌啊，拍得好啊！是啊，正打在胡适的痛处。李先生真是了不起啊！经他这么一点拨，这问题与主义之关系，哎，就像清水塘之水，清澈见底了。孩子们，啊，把你们刚刚学会的再背一遍。1234
好啊啊，要把他们经常的读啊。好，上课了，上课了，去教室吧啊。我还是回到刚才聊的问题，胡适之的文章我是读过的，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是有道理，但是读着读着我就列出了114条问题。但李先生的文章就不一样了，读完之后有豁然开朗之感。问题的解决啊，非要依赖主义不可，我们中国现在是太需要主义了。主义是纲，问题是目，纲举方能目张啊。爸爸爸爸，我今天啊不给你论主义，我要给你摆一个实际的问题。此一问题绝非你这114个问题中的一个，然而对于你认知而言，这又是一个现实非解决不可之问题啊。什么问题这么重要啊？终身大事。谁的终身大事啊？那还用问吗？你毛润之的终身大事啊。眼下虽说是兵荒马乱，然嫁娶之事总是不能轻误。我迟长你几岁，不能不关心你成家之事啊。主意要管，问题也要管啊。眼下的问题是如何去张，不是考虑我个人问题的时候。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。”润之啊，年轻了，26了吧？父王啊，我今天是来跟你讨论主意的，不是来跟你商量问题。你敢说这个问题不重要？如果非要讨论问题的话，眼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我们要呼吁全国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。先生，您出狱了，滚！全北京的报纸啊都说要救您，您这上辈子肯定是积了大德了。姐姐，别来烦我。是放你，放你出去？大总统亲自批的，什么悔过书啊也不用你签字了，也不用你盖手印了。
您说都这么大恩惠，您怎么不受用啊？那你们大总统他怎么不来啊？嗯，不，陈先生，千真万确是要放您出去。妈的，亲自来。谢谢您，也来接重负。校长，哦，守长，欢迎你回来。你瘦了？还好。小的就是个跑腿的呀，上面要关你，我只能每天每的拿着钥匙在您面前晃悠；上头要放你，我也不敢留你吃一口饭，不是？我以前啊对你有得罪的地方，您都包涵，您就饶过我吧，您出狱吧，行不行？我求求您了，陈先生，我求您了。大陆，对，陈先生，哎哎，陈先生，陈先生，您留步，还得麻烦您一件小事儿啊。您呀，在这上面签个字，我才能开那大门呀。回国说，不签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是承诺书，这上面写了，您出狱之后啊，只能留在北京家中。不能到处乱跑，警察每月呢回上门探视，您可别再做违法的事儿了。哎，陈先生，您干嘛去？回家事。陈先生，陈爷，你走走走走走走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行了，我什么都不签了，不行吗？我这就给您开门去。蔡局长添麻烦了，中福啊，我等于是和你一同出狱的。怎么说？政府没有抓我，但是我自己到南方去隐居，这等于是自行监禁吧？北京这空气是越发呼吸不得了。彼此同心，
郑府兄，你师兄，欢迎出去。谁师尊？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意，你说的吧。别以为我在里边就看不见美洲平了。你误会了，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本意。蔡校长，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吧？胡适之才，胜我七倍。可现在这句话恐怕得改改了。胡适之侠，不亚于我。仲甫，快回家吧，我租了马车。是八殿呐，首长，我把那个监狱真正当成了我的研究室。你想不想知道啊？我的研究成果？我不知道你研究出什么成果，但我相信，你研究的一定不是某个问题。当然，我每天都在琢磨马克思。我现在可以明确的跟你说，你信奉的主义，就是我信奉的主义。是吗？我决意加盟马克思主义。98天的牢狱之灾，祸兮福兮。你冷静啊，冷静！我怕你掉下去。程先生，麻烦你冷静，麻烦你再将刚才所说之言再说一遍，我怕我。陈独秀决意加盟马克思主义。我这句说错了。你说的不是一句话，而是一篇宣言。大而无当，大哉私言，大可不必。十几天前我去了一趟天津，见到了伯特曼先生。伯特曼谁啊？俄国共产党的党员。他的一番话让我大受启发。他说，中国若要革命成功，首要之务就是必须要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。你知道吗？中国的工人阶级目前有200万之众，他们都是一无所有、唯有镣铐的无产阶级。我们要想。
改造中国，反抗暴政，拯救人民，那是行不通的。光在纸面上喊科学与民主，那还救不了中国。那他怎么还跟你怄气呢？那他现在一时还不明白，他还不知道把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民众组织起来的道理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固的组织，这是共产理念的重要，因为他有这个号召力，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旗帜。李先生，哎呀，王先生来了，辛苦。李先生，你今天去县门口接陈独秀了吧？我去了。
旗帜来救国救民，那我们将愧对列祖列宗，愧对子孙后代。我以为马克思主义才可以真正的救中国，这才是中国的革命之路。李先生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是奉命派来监督你的，今天听了先生的话，唤醒了我，我也要爱国呀，我再也不做别人的鹰犬了。同学们，这个年轻人的行为让我很感动。中国之奋起，中国之觉醒，靠的就是你们年轻人的觉悟。树上的蝉是要蜕皮的，我看这人啊也要蜕皮，一蜕皮就新生了。你们觉悟社的名字起得好，觉悟。觉悟的过程就是蜕皮的过程。对，尤其是你们年轻人，更要注重思想上的蜕皮，主义的新生。我的建议，从今以后，你们要多研究马克思主义。也就是说，在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，再加一个马先生。你可以这么说。而且我觉得，要是没有马先生来，那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来不了。也可以这么说。我觉得我们觉悟社内部发一个号召，让大家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。对，咱们一起发个号召，对吗？一号。是的，五号。这个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水平？湘江评论。你马上带人把他给我查封了。让我去吗？你亲自去我才放心，这个毛泽东不是很好对付，去了之后也别酿成什么大事，别闹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明白了，大帅。大帅，是英国太古洋行保险部的汽车，我认识这车。你们别走！想干啥？哎呀，这不是太古洋行的约翰经理吗？就是你，上次湖南锂矿的开采闯事你，谢谢你啊。彼此彼此啊！路口怎么堵了？哦，你得想办法，马上好，马上好啊！快快啊！闪开点！来两个人，把手推车拉走，快点！再来几个人，把尸体挡住！到前面去，往后退！上车，
叔啊，我们湘江评论出到第五期了。啊，是啊，日子过得好快。你刚才问我这一期为什么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，我现在就觉得这个洋主义对我们是越来越有用的。看来你的那位李大钊先生又给你写信了吧？对呀、啊，李先生在信上说，我不反对你们研究八国联军无政府，但是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。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实实在在的纠正。我们新民学会可以先开始组织读书。跟着，跟着。太可惜了，这五千份报纸说没就没了。英雄不争一日之长短呐、啊，这是暴政，我们一定要抗争。哥，哥，泽民，马特，马特，虽灰，领则万古。有生一日，皆报恩师；有生一日，皆伴亲师。不言之事，我绝不在身边，有愧了。哥，娘没有怪你，她知道你在长沙忙你的大事。这个世上有三种人，第一种损人利己，第二种利己而不死，第三种损己而利人。我们的母亲就属于第三种，她这一生啊，勤俭持家，艰苦朴素，恶善好施，街坊邻里都非常的敬重她，她的品行也影响着我们这些做儿女的，还一直鼓励我们一定要走出去。
学习新的知识，了解做人的道理，学习知识就是为了要改变命运。可我现在所思所想，不仅仅是改善我一人之命运，而是要改变全天下受剥削、受压迫、劳苦大众的命运。嫂子，你走的这条路，我们都支持你，我们也要跟你走。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。长沙来的时候开了几个方子，明天去抓药，一定要提醒父亲按时吃药。三丫子，你过来。慢点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骂你太多了，也有您的想法。我以前叫你不要出门，在家帮我做农活，你就是不听，偏要去长沙念什么书。要不是你妈妈宠着你，你知道我的脾气。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。三丫子，现在你妈妈去了，丢下这么大一家子，正需要人来打理，你是长子，你现在就跟我说一句，从今以后你再不出门了。爹，这句话儿子说不出口。三丫子，
杀已经没有说理的地方，唯有上京城请愿。张静瑶，赶出祸难。许昭，不，新民学会的会员，还有省学联的骨干，要马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，研究这个问题。现在的局势是明摆着的，我们湖南各界的人士对军阀张静瑶的愤怒已经到了顶点。湖南的各校学生、教育界的人士，还有各个行业的工人，都已经到达了忍无可忍的地步。忍无可忍了。可以说，曲张的群众基础已经形成。这个分析是对的。现在长沙一片民怨沸腾啊！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，坚决地把张静瑶赶出湖南，拯救3000万乡民于水火之中。张都一日不出乡，乡民一日不安宁。我们要做的，首先号召全省的学生总罢课，抗议张静瑶的暴行。这个可以，我们马上发动号召。第二，成立曲张团。我们成立的这个曲张团不止一个，而是要多个。我们不仅派人去往北京的总理府、总统府去抗议请命，还要派人去上海、广州、衡阳、郴州、常德这些地方发动公开请愿，公开揭露张静瑶的种种暴行，请求全国的舆论支持我们曲张。说得好。任之，我们大家一起行动吧。我去北京，如果各位不反对的话，由我来担任北京曲张团的团长。我立军令状，此行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。如果张静瑶不赶出湖南，我毛泽东不回长沙。我何树鹏要跟他张静瑶一个你死我活。我铁英也带着曲张请愿团去郴州，我争取面见湘军的首领谭延闿。谭延闿和张静瑶怨仇很深，我要动员他发兵进逼长沙，赶张静瑶出湖南。叔翁说得好，那就这样，我在北，你在南，我们南北一起努力，誓灭张都。好。我毛泽东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的，诸位呢？毛团长，我来问您个事儿。张静瑶赶走了，谁来做主啊？我们自己，由我们湖南各界选出代表组成会议，由这个会议民主决策，我们自己管理自己。我们湖南一定要自己。表弟啊，这两个箱子是给吴炳湘送煎的，你看这分量够不够啊？这可是重礼呀。表弟啊，还要靠你在京城帮我多活动活动啊。回到京城之后，表弟一定尽力，绝不让毛泽东捣乱成事。好，好啊。我知道
我是调动不了京市警察厅的。我也知道，京城的警察厅也不会向那些湖南暴民施以重手的。只有你，只有表弟你在其中，才可以见机行事，加以诛杀，一举除掉我心腹之患，使得我张金瑶的安心呐。老哥呀，啥都不说了啊，这两只箱子我委本收下了。好，好，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哎呀！哎呀，这么大雪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快进屋！你说这么大的雪，你也不打伞？哎，你鞋都湿了。在北京站那双鞋我还给你留着呢，去换一下。先去见先生，我有很多话要跟他说呢。哎。先生，十天半月必胜。润之啊，你是不是过于乐观了？先生，学生认为此次曲章必获成功。哦。必获成功之理由，你说来我听听。其一，其理在我，不在他。我握有3000万乡民生灵涂炭之事实，他为握有刺刀与绞索。其二，兵士在我，不在他。这话我听不懂。他是军队，仅在湘境，仅在长沙。小军也，我之军队乃在全国，乃至各界，人心所向的。大军也，我们今天刚来到京城安营扎寨，便有京城的各界人士前来声援，这就是人心。我打算组织一个平民通讯社，每天发出曲章消息稿，送往京城各报官，也发往全国的各报官。先生，您说，是他张静尧兵多，还是我毛泽东兵多？
这话有理，你说下去。齐赞，气势在我，不在他。他张静瑶四面楚歌，现在已经是弹尽粮绝，而我这个毛团长，领3000万乡民之托，以恒心与张静瑶决一死战，再加上区张团40多位大将，各自代表一方乡界，扎根京城，奔走呼号，人人气贯长虹，个个破釜沉舟，如此军威，如此气势，何成不动，何耻不下？润之啊，半年不见，你的气势真的长了不少啊！反正我已经决定了，曲张不成，誓不回乡。是，只要他张静瑶坐镇咱们湖南，你就是想回也回不去啊！润之，干脆住在北京吧，就别回长沙了。湖南的民众已经翘首企盼着我们胜利回乡呢。哼，润之，你蔡和森、萧子生，所谓湘江三友，都是我最喜欢的学生。他们两个去了法兰西，而你却留在国内，跟恶政做斗争。我杨昌吉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这些好青年都能走上光明之路，为国为民效力。国之希望就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。先生，您要按时吃药，好好休息。学生，我先告辞了。等一等，开枝啊。哎，爸爸，家里不是还有些银元吗？是。就在那个小布袋子里，你拿来给润之带上。好，这怎么行呢？怎么不行呢？你们区张团这么冷的天住在那个破庙里边，日子艰难啊，把钱拿去给大家开销吧。就是爸爸说给你就收下吧。来，你坐下。刚才就看见了，你鞋袜都湿了。我自己来吧。哎呦，我来。还是新鞋舒服，看来开会是管我走路的人。怎么不喜欢让我管？润之，给。润之，要不你就留下吧，那间厢房不还空着吗？你和蔡和森、萧子生在那里挤了10多天，开会，去把那间房打开，让润之住在那里吧。好。不用了，先生。润之现在是毛团长了，理应和自己的团员挤住大殿，等到我们胜利了，把张静瑶赶出湖南，我再过来住，好好照顾先生，尽尽学生的心意。润之说的也有道理，既任团长之职，就要谋团长之事。那我就不留你了，啊，记住，要照顾好自己，同时也要防止恶势力捣乱啊！谢恩师提点，告辞了。爸爸，我去送送他。啊。忘了，有劳了。外面雪大，赶紧回屋吧，小心别着凉了。那你这么走回去，鞋不就又湿了？
吃了再烤呗。庙里有火盆子。其实，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你说。是关于父亲的。他的身体真的很不好。我们跑了好多医院，医生看了都直摇头，说可能是过不了今年。我们代表3000万乡民，求见大总统。给我上来！总统府门前不认识军械，全给我杀了！调兵遣将之谜，像是总统所设。湖南那些蛮徒，真要握我徐世昌这支笔？禀大总统。新华门外闹事民众近40余人，看热闹的多，报馆的人多。哪只手敢伸出来，就先打哪只手。不是我徐世昌不安民情，也不是我徐世昌过凶，而是京城实在容不得动乱。凡是聚众信士，必将及时驱散。是。再者，张敬尧主政湖南，手握重兵。也非我徐世昌一纸空文就能调离的。是。真打呀！真狠！这大总统啊，可是真凶啊！我们这次来了40个他，有32个都挨过他的枪托。那谁说不是啊？这他们就是一家的嘛，不就是一伙的？对，你们怎么这么凶啊？对呀。
张静瑶志向不甚。是，大总统说的是。激起民众到京城来抗议请愿，这算是哪门子道理呢？半年前那番乱局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又来添乱。禀大总统，乡民的刁顽也是出了名的，张静瑶督军为了治理地方的治安也是尽了心力的，近来他一再报愧，又给大总统添麻烦了。本大总统又能做得了什么呢？不接受曲张请愿书也就罢了。谢大总统。湖南请愿团的报告我们以后不能再发表，京师警察厅的主处长昨天晚上刚来过报馆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今天棉花胡同门口有人被打伤了，满口的血，我这有照片，这也算是京城要闻啊。我说不能发就不发了，以后这些东西不要再送来了。少长先生，我晓得晨报是代表早晨的声音的，是代表黎明的，甚至是代表日出的，您同意我的说法吗？我们的人又被打了，又被砸了，这位记者先生说的对，我们的人受了伤，伤得非常重，还流了血，你们应该同情手无寸铁受苦受难的民众。这是我专门写的一篇特稿，我希望刊登在你们明天的报纸上。毛先生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别喊，你就我这一个妈，你没别的妈。妈，轻点儿。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谁呀？周恩来啊。那些警察还不知道会对他怎么样呢。反正啊，
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。同学们，陈独秀先生说过，监狱就是研究室。咱们既然进了监狱，咱们干脆就把这个牢房当做研究室，咱们好好研究研究社会主义学说。恩来说的对啊。嘘，不要叫我恩来，叫我五号。五号说的对，坐牢不可怕，救国之事哪轮来救国？狱警，什么事？请给我们拿一些书，把每天的报纸给我们拿一份。你还想看报纸呢？想啥呢？老大，带上。哥。先生，学生来看您了。你们区长请愿团的工作那么紧张，你还来看我？顺治啊，我现在是有力。先生好好休息，等病好了，就是对学生最大的支持。我时刻都在关心你们的情况。昨天我让开会去找报纸，报纸上没有你们请愿团的消息啊。虽然现在困难重重，但是我们斗志不减。我们请愿团全部的成员每天都在参加请愿活动，这您不用操心，只管安心养病，一定会听到我们胜利的消息的。润之先生，我去去就回。好，去吧。毛团长，毛团长，毛团长，我们想回长沙呢，这才一个月，你们就撑不住了？那句“张毒不除，誓不回乡”的口号到哪里去了？长沙不是来电报了吗？您父亲
重病在医院，那全家人也都盼着您早日回去呢。家父病重，早些天我就知道了。侍奉病父是作为儿子的职责。然而自古忠孝难以两全。王团长，我们劝您呢，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。对呀，走吧。这个世上没有一条。在想什么？很多事情。润之，我从没见过你这样忧郁。忧郁是为你父亲。你只说了一半。另一半是为我自己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自己有时候头脑清晰，有时候却非常迷茫。
不知道中国至强之路究竟在何方。你真的时常苦恼吗？时常苦恼，只不过不在人前表露罢了。你刚刚就堂堂正正地跟我表露了。跟你在一起的感觉不一样。还有一个人也时常跟我表露这种苦恼。谁？我父亲。你的这种苦恼，我父亲的这种苦恼，在我听来却是很喜欢。追求真理的人才有这种苦恼，仿佛拥有这种苦恼的人是高尚的。高尚的苦恼很有见地。就在他过世的前几天，他还跟我说过，他研究了一辈子人，可道理究竟是如何，连他也不敢确定。老师离世，学生应该敬献一个花圈，寄托哀思。但我现在囊中羞涩，所有的钱都去买纸张印传单了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。花圈不重要，你能来看他才重要。这座法源寺唐朝就有了，原名叫做悯忠寺，其意为悲悯天下忠烈之人。你的父亲忠于自己的理想一辈子，临终之时还念念不忘人间伦理，如此高风亮节，我这名学生要用自己的方式纪念。什么人质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这是？好的。你慢点认知。这是我送给先生的花圈，一个一辈子追求人间智理的人，理应用这世上最洁净的花圈。等会儿，来，先把这烧了吧，暖和暖和。那能回来等着吧？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这屋里这么冷，不烧这个怎么办？又没柴火了，烧吧，烧吧，不行，烧，下去，下去，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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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柴来了，哎，来来来，大团长，你带柴来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来来来，烧，烧，烧了，谁让你烧的这个？毛团长，
我看大家伙冷得实在受不了了，我才烧这个的。这可是我们的武器啊，柴没了还可以找，武器没了怎么打仗？老班长，我有句话说出来很唐突。北辣才是湖南人吧？毛站长，事情明摆着，眼下是进也不得，退也不得。总统府出来一个代表，说是可以考虑罢免张世尧，可楼梯轰轰响，就是没人下来呀。有什么话，你就直说吧。现在已经有九位代表回去了，我们也想回去。对，我们不想回去。回去。你姓刘，你知道你们老刘家有一位了不起的老祖宗吗？刘邦。对，他这个人可不简单啊，一辈子打了这么多回败仗，最后呢还是赢了。那您的意思是哀兵必胜？对，楚虽三虎，亡秦必楚。天津的学联给我发了一封电报，代表樊出军不堪强权，不远千里奔赴京城，从事曲张运动，奋斗精神时刻钦佩啊。毛团长，我看咱们就别一条道走得黑了吧。对呀，对呀，别太冷，太冷熬不住啊，熬不住啊，放不住啊。毛探长，李大钊先生给我们带来一大车柴火，还有一车吃的。沈涛先生，是先生，许久未见，甚是想你。都还好？都好。这是北大图书馆送的两车东西，还有给你带了一筐辣椒。不知道适不适合你们湖南人的口味。适合，先生真是雪中送炭，谢谢先生。谢谢李先生，谢谢先生，辛苦了先生。那就把东西搬进去，搬进去吧。搬了。走，外边等，咱们进屋聊吧。张先生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把张静瑶赶走之后，我们就努力联合各界，实现湖南自治。
谢谢先生。不客气。李先生，哎呀，李先生，您夫人来了，说有急事找您。那润之，先告辞了。我留步，留步。您找谁呀？陈独秀。哦，在家吗？在，在家呢。在。嗯。在哪儿呢？他身子骨不舒服，在床上躺着呢。床上？这两天在家干嘛呀？嗨，就是看看书，写写字什么的。最近他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吗？哎呦，瞧您说的，他就看个书写个字儿，最近老实着呢。行，画我押了。哎，甜甜，慢走啊，慢走啊。师母，日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见陈先生。进屋说吧，快，请进，请进。润之，你要找陈先生，他没在。不在？去哪儿了？他去上海了，说要转到武汉，说是武汉有人请他要做演讲。不好。怎么了？这一演讲不得见报啊，一见报警察就得盯上。我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有谁能劝得住他呀？第二个路口，停。好嘞。香烟，卖香烟了。在家里了，哎，你别着急呀。门要插上，我来，我来。插上。哎呀，冻死了，冻死了，冻死了！离开北京，去上海，但不能直接从北京走，前门火车站不安全。先去天津，从天津坐火车去上海。我哪儿也不去，那大不了我再回燕就是。别
别犯糊涂，行不行？你现在绝不能再关进大牢了。仲父，你想想啊，你在武汉几场演讲，在全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，民众需要你，国家需要你，你要这么轻易被他们关进大牢，那你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嘴巴给闭上了。陈先生啊，首长说的有道理，你得听他的。关键是走不了，能走。雇辆马车，我送你去天津。坐马车，马车。回来了，马车雇好了。雇好了，陈先生呢？厢房歇下了。哎呦，这心真大，这会儿还能睡觉。那我们就走了。这就走啊？现在出城，安全一些。一定要你自己去吗？我不去，怎能放心？散架了！哎，退退退退！哎呦，我的我妈呀！你假把式啊你！手艺不好。哎呀，终于出来了！一辆颠雇的马车，一匹好马，加上一个。好的车把式，那就能把我们送到我们想去的目的地。你话里有话呀，想说什么？这就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组建的一个政党，它是坚固的、精密的。可孙中山他也改组了自己这个党啊，把中华革命党改成了中国国民党。
你不能说人家那政党就不艰苦不精明啊。谁？以孙先生的建国纲领，并不能让工农阶级当家做主。按国民党的方针策略，亦不能走俄式革命道路。此说法你同意否？同意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、奉行马克思主义的、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，你同意否？同意啊。凡为一个政党，必有明确的主义。我们的主义，那就是马克思主义。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，这个旗帜还要举得鲜明。你同意否？都同意，就没有态度吗？这就是我的态度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还不明白啊？我们就是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坚固的革命政党，它的旗帜必须是马克思。张先生在家吗？张先生，这里不是建港胡同七号吗？你搞错了，这里是九号。哦，搞错了。
陈先生，陈家出什么事了？这警察来抓陈先生，这人不在，把老婆孩子给带走了。你瞧瞧，这警察还等着人回来呢。哎，这是。 目前的形势，大家是清楚的。我们在京的团员困难重重，举步维艰，还有一部分人想办法回到湖南老家去了。我想我妹妹。 现在我仍然相信，我们的曲章获得，还是有希望的。我接到了两封何书恒先生的来信，他信上说，他带领着另外一队曲章的人马，和直系的军阀接触了多次，希望直系的军阀能够出兵讨伐张敬尧他这个皖系的军阀。我认为啊，这一个办法还是有希望的。那肯定，那肯定。诸位。 我们虽然曲章没有达成心愿，并不是因为大家无能，实在是因为统治中国的黑暗势力太猖狂了，与黑暗势力斗争，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速战速决，而是一项长期复杂的斗争。我相信诸位都不会气馁，我也相信。 乃至全国的天，必将会是广大民众的天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怎么样？我喜欢这里。
看他这样子是要在这儿吃饭的。啊，不可，师弟，不可。明寨兄，我是东道主，我当好好款待你们。维金斯基先生，前面有家饭菜馆，俄式大餐，我们到那里去吃。你就是憋场戏，就在这吃碗酒行吗？走，去。林同志，请。啊，好好，请吧。请问几位来面还是来饼？要不这样，几位各来半斤炒饼，再来一盘醋溜白菜，再来一小碗酸辣汤。哎，那就这么着，每个人呢，再加一碗打卤面。好嘞，五份炒饼再加五碗打卤面。简单了，寒酸了。哎，维京斯基同志曾说过，在这儿，比起他们攻打东宫时那几天吃的东西啊，可算是天堂盛宴了。我发现，维京斯基先生很实际。维京斯基同志的谈话将更实际。共产国际和列宁同志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了极大的钦佩，同时寄予极大的希望。明寨兄，你的声音可以放低一些。哦，我是怕先生听不清楚，这儿啊太嘈杂了。我要的就是这份嘈杂，我听得见。明白了，维京斯基同志，我们有个急，中国应当有一个叫俄国共产党的那样的组织，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。维京斯基先生，在中国，党的组建工作已在酝酿之中。这倒我们没想到。维京斯基先生与陈独秀先生应尽早的见面。陈独秀？我们不清楚陈独秀。波特曼同志直接杀过你，李大钊同志。不，我和陈独秀先生不一样。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刊物《新青年》的创办人和主编。我听说过《新青年》。你听说过《新青年》？嗯。三年前，我回到祖国的时候，就是向《新青年》投稿，我的文章叫青春，陈先生是通过我的文章才真正的认识了我。明白了，他就像一只上玉虎蛋的母鸡。不，我还有另外一个比喻，如果说拿贵国的列宁同志与陈独秀先生相提并论，你们可能觉得并不恰当，但在中国，我要打这个比喻，有许多人都会赞同。听明白了。哎，五碗炸酱面。哎，何年，前边拐过那个弯就到了。想什么呢？想我自己。
人生一世，衣服皮囊几十年，如果不能。喜讯，不由他不乐。来了。哟，夫人，沈先生，真是。老夫人，喝酒，钟府兄高兴的事儿啊，你一定高兴啊。那倒也不一定。诸位，快请进吧。好，快请，快请。钟府兄，好酒，好酒啊！钟府兄啊，钟府。哎，谁来了？我属公鸡的，啊，天刚亮就抢让啊！哎呦，钟府兄，钟府，哎呀，陈王道先生，陈先生，陈先生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沈玄庐他为什么特意带着酒来了。陈先生，完璧归赵。哎，这叫完璧归陈啊！还有一册要完璧归戴。钟兄，归还戴先生。我这本是日文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是我从日本带过来的，它主要是根据日文版进行翻译。先生来上海就不回浙江了，我和季陶商量了，聘请他为《星期评论》的编辑。酒呢？在呀、啊。哎呀，你带酒来不给我喝吗？哎呀！哎，不倒茶。政府，你这两天血压高，那酒不能喝。共产主义幽灵都进家门了，血压那么高啊！哎，对呀，再高也得喝。来，喝酒。一位马克思恩格斯，二位邵力子特别推荐的陈王道先生，三位借我英文版的李大钊，四位贡献出日文版的戴季陶，五位诚邀陈王道来上海共事沈玄庐。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慢。嗯，我今天有点激动，让我多说两句。《共产党宣言》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圣经。最早德文版，后来有了英、法、俄等版本，而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。现在终于有了，为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
自己的权益本圣经。干杯！干！干杯！慢慢办，慢。哎呦，这下怎么这么难喝呀？我这句话很重要，我想先说。陈王导先生既然翻译了《共产党宣言》，那。
我回来了。妈，您回来了。哎，昌儿，你这绣什么呢？不给看。好好好，不看不看啊。你来了，小超，快请进。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周恩来同学。周恩来你好。伯母好。哎，小超，赶快给客人沏茶。哎，小周，你坐，你们慢慢聊，我给你们呀做点好吃的去啊。伯母，你别客气了。你坐。谢谢妈。哎，你别光站着呀，来坐。我不坐了。我来跟你告别的，我要走了。什么时候啊？船票已经到手，明天就走。这么快？我现在的心情啊，巴不得马上飞到法兰西去。啊，这是我给你织的毛衣，看看合不合身。挺好的，看不出来，你的手还挺巧的。给你温暖，小超。